河南开封马路边的羊肉串，你看连牌匾都没有啊，这么多人在这吃饭，屋里边也是小酒喝着的，你看这边也喝着啊，这边还排队。底部15，羊鞭15，羊凹腰20。老板，给我来个顶配的羊双肠，得多少钱？50。50啊，给我来一个。羊鞭、羊马腰。哦，这个是羊外腰啊，就是羊蛋。这个，啊，这么一切，哎呀，哦，放到这里边要烫一下啊。哦，这是羊鞭，哎，羊外腰。啊。你看这煮着一大锅羊肉、羊杂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羊房子，哦，羊排骨，我们烫肉也有，哎呀，烧味精，大豆有年代感啊，这是羊鞭整的，这份是我的啊，对，50块钱一份，你看这个大罩里，多有年代感，好，哎，烫一烫，好嘞，哇，这么一大碗。好嘞，在河南开封花50块钱要了一份羊双肠，羊鞭、羊蛋都有啊。咱们整点八杆酒。先来个羊蛋，你看它切这种蛋花啊。喝，喝酒，有劲儿。这块是哪？我还真有点搞不清楚啊。这个呢，特别像那个牛碗口啊，但是我不知道这是羊的哪个肉条。挺好吃，哎呦，羊鞭，好，这是小伙儿的蛋黄，再来点花生酒。刚才旁边那个大叔说啊，吃这个就得整点酒啊，要不不好吃。那咱就整点儿，花生酒喝挺粘稠的，特别好入口，要下口。回味有点那种淡淡的地瓜干的那种清香味儿啊，还不错。羊子宫啊，羊房子。还有免费小咸菜来着。为河南美食点赞。